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ET 財智 Talk。今年商品市場有啲難玩喎、少少少少，所以就揾阿文錦嚟咧，要拆解一下。好啊，唔係舊年，我記得你年初嘅時候一月嚟，嗰陣時咧跟住你買咧好開心，因為啲金係咁衝上去。